这鞋哥哟办事了。咱今天啊是来到了咱乐山区白沙堡啊这个地方了，白沙堡镇。你看到这边哈、啊、有家会的，有个县的，在咱们山东人彝族地方啊，在乡下这一块来讲哈、啊，乡镇上这个县都一般情况下是什么标准的，海拔都怎么样的，人格高低呢？咱不行，咱今天干个习行吧啊，在咱们当地哈、啊、有一个词叫干习。什么叫干洗呢？就是通吃通喝。咱这个洗啊，咱今天就通一顿啊，看看这个菜品什么的怎么样啊。现在的哈，这个场景哈，你看看大家都围在那个地方是干什么的呢？咱过去看看。大把大把的这个，相当于这个福州灯塔啊。其实呢就是水里料贵了，咱忘了带你们来，不能来呀，不能为什么要干洗干洗沾沾洗洗，是不是咱也得表示表示啊。刚才开到这里啊，对这个梨对的人有点太多了，梨是对了，但是厨房的看看这个今天的态度的怎么样。烤羊腿是吧？不是，我哎呦，我就喝喝了。哦，哎呦，你别说哈，这个店这个菜啊，还就是很厉害的，这个味道确实非常的到位。不行，哎，你咋不行？我得去看看，找新娘子，找新郎官，我得在这安排几个事儿，咱得待会儿还得再喝点。我转，我找他去。